那个我上周过来把那个卡挂失了，挂失了，这是又补下的新卡，把那个挂失了卡的那个钱转到新卡上。我要用现金了嘛？用现金买手机？我不想在这存了嘛，我害怕这个卡再丢了，我闹得我心烦的不行嘛。取出来的钱反正自己用啊，不要就是。那肯定是我用了嘛。对，然后注意防范内衣诈骗嘛。请您查看以下信息。哎呀，那还有这现金拿到手里头，过瘾啊！七块万够的。啊，给你的，给拿去花。放屁！打我师弟，你打赢我才有资格。给你。跟谁想打我师弟？给你拿了，拿了个卖手机。李雪龙的眼，没了。那今天的你，我的那个可有意思了，那个是。往你腰杆上了。啊，你真的知道呀。感觉到吴天和他一样，都是天元六国的精英。啊，那个你取那钱干啥用的？不要太奇怪了，你管我干啥用了？我取到自己的钱，我求干啥用干啥用，他妈我干啥用了？我干啥用就搞你，我刚才我要买手机了，他说了吗？买手机可以刷的干啥？你觉得还一直不用现金也能买手机？买手机刷卡啦，或者是是吧？数字支付，我就要取现金了，我就要拿我现金买一个，咋的不行？我是说钱取到吧，那卡了一共就上了100几块钱，我就都取到吧，也是都取到了，不高兴，天天练着。老子给取了个100万吧，给你在里头还得留着几百块。那就把你去做干啥个呀？那奇怪了，那干啥玩意儿？往后头把给你搞烂，不搞烂那不够去再买呀？我就搞烂，那我是买手机，那不是真是，不行，晚上了，我最后不要去，否则是诈骗。他说，哎呀，多少感觉天好长哎，这个诈骗在哪里的？哎呀，我自己一直卡，自己取钱，跑了两三回都给我取说，上飞机了，看见钱眼睛就绿了。上边好的，嘴也不卡了。我给宝宝卡也不背，我背了，我背不了。背什么呀？等一等。哎，你怎么背上去？我丢了。哎，把那桌子也给坐出来了，我穿的那熊熊不理我坐呀。哎，背着好不好看？好看。啊？好看。看口都不抬呀，也好看。你不看水吗？行不行？行。行了，不在中心了，在后来也是背着万元宝宝的啊。我背住呀，我看你给他买啥，要不要买？你还背着宝宝？这个表现贱了。好不好看？不好看。啊？好看。专门给这个白球的，还有这个艺术，专门就是黑的这个宝宝的呀。哦。咋拍出来的吧？嗯。咱就装好好，你看，害怕又丢东西了。咱的包包拍着用错了，他贴的一说没口袋袋，看着你把公交卡、银行卡、上房账、手机，还有你的钥匙这些，都全装进去了，还有这一万元。柴米酱，有老钱可有酱啊。咋的啊？嗯。说啥了？有买了吧？没了。好，我是芳芳。然后我上个礼拜不是把买手机的钱取出来，这就播了一个礼拜的，放在家里头也不谢谢。但是赶紧今天拽入老汉，赶紧出去看看手机。要是确实是有合适的，价钱也性价比高的了，哎呀，也确实有一见钟情就再见着的买手机了，就买哈。要实在没拿了，就只能再等等了，也不知道能不能买哈了哈。快走。看上了都看看哦，好不好看？看的眼都拔不出来了。香了。这就是我一直喜欢的这个样样。现在多少钱这个？这个的话999。512的。对，512的话，它就999，一 TB 的话，多少？9999。6999。来，一切是，一切是。这个非凡大师，我就喜欢那个红的。没有那么贵，它原来11999。这个降价了没？现在下一万一。还是吧，价钱还得一万。哎，是19，啊，这个便宜。这是差100吧？
100 Pro 100S Pro 都有。哪个是差100了？这是最新一款100S，这个那个是 Pro。是，他意思就是这种100加上了，意思这个是指100里面最贵的这个是吧？最级别最高的这个，这个是多在就卖这价钱不便宜。活动你先看，能看上了没白的这个。那个60 Pro 加嘛，我就是看那个，也是9000多嘛。对，价钱还是这个价钱，没变。后面的。就看见这个，就带见这个，过出来的时候就一眼就一见钟情，就喜欢这个。看了有些现在，我这其他的不行，都看不出眼，就带见这个有用。那就这个吧。那不给咱便宜的咋呀？不便宜咱就卖嘛。你买哈吧，因为不行，已经来的还再跑一坨了，哦、还等着再没人明年了，还等不了，现在吧。哦，问题是看我个手机的发布哈，我个悠悠更难看。不管难看不难看，我就带点这个带绿色的这个，就看点这个好看。哎，那就这个。买俩就，掏钱。我跟你一起。让他不飘，让他把现金拿过来。我要现货了。那咱们回家再拆吧。拆了哇！拆上了，拆回家拆吧。资料导了。哦，最好如果他把你这些资料了，是各方面确认你。你旧手机那个是丢了。要啥资料了？你旧手机那个。旧的那个让小偷给偷了嘛？哎呀，这也拆的钱嘛，就要没有了。给这个小给他这个小和尚，哎，给到哪里？那没了，钱没了，哎，没钱了。我钱还给你。啊？我回个给你。你有了，呀，吹牛皮的。回来，那给送了个被子，夏凉被。啊，比手机还多了，这个质量。不给俺们便宜，给送了个被子，便宜不能行，这是当送东西。走吧，那就把钱花了，谢谢了。老乡的吧。啊，这又把手机的包打堆好，可不敢把手机再丢了，再叫偷了。那个小偷要不把我的偷了，说不定再过一两年以后给我买了。丢了就又把你的命也丢了。